原神哥，你是要毁了英雄联盟吗？新发明辅助体吗？直接把对面欧菲里斯心态搞炸了，这智盲也太恶心了。因为原神哥 Barrio 寒风王者军彻底乱套了，各种层出不穷的奇葩辅助出现。然而要看真发明，那还得是原神哥 Barrio。 比如至宝游戏中，看到对面 AD 是欧菲里斯，原神哥反手选了辅助提莫给对面上一课。毕竟在之前加强后，辅助提莫一级 Q 智盲两秒，而这两秒钟彻底给对面欧菲里斯现在搞炸了。抢二后对面想上来打架，原神哥一个 Q 限制压缩发挥，平 A 带到欧菲里斯，之后第二个 Q 刷新，配合队友再次反杀压缩。而且随着 Q 的等级开始变得越来越高，原神哥的炫智输出能力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强。一波团战下来，对面欧菲里斯还没 A 到人就被送走，刷新好的 Q 智盲压缩又能疯狂限制压缩的输出。并且原神哥的出装也是相当暴力，推推棒加影焰，前期高达40点固定发传，对面只要踩两个蘑菇直接从满血变成残血。最终这把游戏原神哥也轻松取得了胜利。不过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，那就是现版本能不能赢游戏跟辅助没啥关系，只能说这个版本还是太畸形了呀。